你看这旁边送的鹿茸酒、虎骨酒，在这个熊胆酒。今天叫的你舅和你老公公他们过来，把你喝了。好东西嘛，就得和亲家公他们还有你舅他们大家伙分享。放着了，待会接着喝。先把这瓶喝了。现在天暖和了，这天然大冰柜也不行了。这家伙化的稀不当的，你看这里边水，啊。你看这刺老牙也化了，都冻不上了。你看这蘑菇，你看这冻的辣椒成啥样式的，你看看它啊，滋汤水了，天暖和了，这晚上做着吃了吧。哎呀，今天穿这么帅，这准备是会啥呀？看看明天早上4点钟，我给你打电话，我给你抬上北山，往里头溜达，可好了，一踩一个，为啥呢？一踩一个坑。我咋惹着你了？没惹着啊。那你干啥让我4点钟上北山呢？不是，你从南方来回来的，你现在山还没去过，你他们都不领你，就我领你。哎呦，我还得感谢你一下，那也不用大早上4点钟啊。这个点去的话，一下算到这儿吧。嗯。我就是今天这身还挺精致的，人这叫得叠穿，好看。这个衣服有点小了，我穿。哎，就不愿意穿的都穿这么帅。我就是衣服架子。是啊，你要认真穿一穿，你想干啥？你想去走秀啊？多精神！俄罗斯的老虎酒，45度虎骨酒。有这个味儿挺好，这酒有叔叔在，我们就有鸡有鱼有小有虾，就是到了3杯。这给你爸，你爸少喝点。啊，听见不？咱俩喝蜂蜜酒。啊？真没有，他们给我的。45度，刚有人没事。没有商标啊？没有，就哎，阿姨小心点，我开瓶。这个商标他没贴。我那味儿挺好闻的，没有啥酒味儿，少来点，少来点。我没喝过白的，你去吃。尝尝，这冰的有点怪了，是哪儿？喝完这嗓子还热乎的，那你可像酒精啊！我喝这个不行，不敢喝那个。这个好喝。有，你尝尝吧。啥味儿啊？哎，这个酒以前哈，可乐，我们喝的是可乐。你尝一口，我能喝口吗？尝一口，40多度，45度跟可乐啊。你这小子，来吧，那个跟那个紫克当家那味儿，对，可乐紫克当家。拉倒吧，人啊，你尝尝，辣。那你小子沾一口，这有点像饮料的味儿。对，你们的甜，有点像红糖似的。人这是杜松配制酒，没有虎骨啊。纯净水、蒸馏酒、糖浆，什么薄荷、百里香、香菜、肉桂皮、八角、茴香，就一个樱桃还是排在最后面。哎，蜂蜜呢？这是画了个老虎，我爸就以为是老虎骨酒了。料酒啊，这炒菜用的。这怎么大俄罗斯人民喜欢这个口味？人家只是画了个图，做了个标志而已，就当一下子就虎酒，一下子鹿酒，一下子熊酒，还有个熊猫酒，你记得不？画个狗就狗酒，对。您亲戚没喝咋地？你这倒下了。一开始咱家有那虎骨酒，寻思亲戚来啊，亲戚朋友来，然后喝一喝哈，这好一顿显摆，显摆到最后又是。哪是虎骨酒啊？这叫酒不醉人自醉。